来跟大家说说你的身体有没有好一点？我就是过敏，过敏的体质。然后，如果过敏跑到鼻子这边的话，就是鼻炎。然后跑到喉咙这边就变气管炎。那我之前就是宣传的时候，都吃那个过敏药，对，所以鼻子这边就被压下来了。但是就跑到气管这边。对，所以就让鼻水倒流。对啊，然后一直气管发炎，然后就会变成喘。对啊，因为前阵子我遇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一直流鼻涕，然后流不停。对啊，然后就比之前拍戏的时候还要严重。我之前前几天晚上，睡觉都觉得我搞不好都醒不来。因为乱讲是吗？因为呼吸真的很浅，要吸很大力，所以我会这样。你是吸不太到肺的感觉，对不对？对，因为它气管会收紧。对，我现在要吃那个气管扩张的药。它不是感冒，它算是发炎了，气管炎。发炎，气管炎，气管炎。气管炎，那气管炎。那你最近在忙什么？我最近就是有一个小的拍摄的案子。你呢？我在帮一个人搬家。谁？搬家工。你最近不知道有什么？什么书？对哦，你不讲我，你不讲打书一下？没有，我根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件事。你没有讲，我真的忘记要打书了。写真书要上市了，希望大家要记得支持哦，好不好？拜托了，拜托了，压力有点大。拜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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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就负债了。拜托拜托，你也跟我一起拜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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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十八哦。那我来，要不要来入境一下？诺兰，哎呦，来了来了。诺兰也要买两本，对不对？对，他拿来抓，哎，抓，拿来撕。我们现在两个真的是超近，超近，不到一首歌的时间就可以到，真的不到一首歌的时间，近到吓死了。我包红包给我，包红包给你，好，月晴写真书，院长要包多少本啊？我会送余晉，那院长要包几本？看诺兰需要几本哦，看诺兰需要几本，看他要抓几本，看他要抓几本是不是。过年应该会回淡水陪我妈妈啦。对啊，我会在淡水，你可以来淡水找我。可以啊，我认真哦，心是真的呀。对，我还没去过。你来找我。我爸原本是有说想要去搬运那边，我跟你讲过吧？我知道。快点，你过年来找我玩。可以啊。余晉会选五个月晴还是五岁的月晴？五个月晴太可怕了吧！五个月晴蛮吵的，对啊，很多。诺兰在玩我圣诞树的那个圣诞树的球。我的圣诞树是不是该收了？都已经要过年了，对不对？我妈刚刚说你怎么圣诞树还在？限动，他们想说是不是假的限动？对啊，这两个人拍好的限动都是假发。没有。我蛮希望二大的，尤其是演那种。
不一样的角色，对啊，不一样的角色，然后有伙伴关系或者什么的，还是也、欸、如果我们演敌人，是不是也蛮酷的、啊？过年会一起过吗？我们应该会找时间碰面吧，反正过年我们都闲闲。月琴有看啊，志愿他是跟我一起看，有。我是自愿看那部电影的那个我的写真书就是在1月18就是要 上架了，然后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支持，然后里面的我真的蛮不一样的，算是有算有两种造型嘛，然后跟之前大家看到的月琴蛮不同的，然后海外的朋友也都买得到，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这样子。那不满意可以怎么办？不满意，你出一个难题给我。不满意，然后月琴偷给你看。不满意要来见面会，见面会补偿你。对对，你好，还有你真好。对，见面会怎么办呢？见面会就会补偿你。对，不满意就拿了书来见面会。对，不满意会让你满意这样子。好，谢谢你。好，其实我很不会拍照哎。我对拍照其实真的超没有自信。不会啊，我拍你拍的蛮好的啊。Andy has a new project, like photo book, yeah, photo book, only for him, and it will be out on January 18th. Yes. Kiss bye.晚安。不可能吧？凡事都有可能。不可能吧？凡事都有可能。大家好，我是 Andy。大家好，我是余晉。欢迎来到我们两个男演员聊我们的戏剧。等一下，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啊，可以不要抢我们饭碗吗？离我们主持人远一点好不好？远一点好吗？赶快离开你的麦克风。Diane，我觉得这张真的蛮好看的耶。我觉得这张比较好看吧。我觉得这张蛮好看。我觉得这张也很好看耶。哦，这张比较长。余晉，那个口水擦一下。早安。晚安。对，所以我每次看到他就是在戏里戏外都超会撩的时候，我就想说，你到底是因为看那些剧，所以有学到一些美角，还是因为对手是 Andy， 所以你就灵感大爆发？其实我觉得都有诶，就是那个梗知道要怎么抓，然后基本上，然后他又是跟我一个，就是我知道。他的眼神是怎么样，我就可以怎么样的。其实我们有发现，你们两个有暗号，有暗号吗？啊，有暗号。哎呦，我都没发现暗号是什么、啊？因为我有发现我们在府中的时候，你们俩要，那你有眼神示意了他一下，然后在外面的 mini fan club 的时候，fan meeting 的时候，你也有。眼睛示意了一下，所以我不知道这是你的习惯还是你们讲好的暗号。这是我的习惯欸，我没有发现欸。我没有事先跟他讲过的，但是你看的好细哦、喔。我的确有一个，有啦，其实我也有看到啊。是什么？你是什么？他会有一点，他会跟你点个头，就是会眼睛看一下你。我看，那咱你就现在还没有，现在还没有， oh, 要真的要接吻， oh. 要 kiss 之前、我们现在可以怎么样再度过这个等戏的阶段？两年前就是我还没有拍那个《我是自愿让他杀了我》之前，刚回台湾，就是还正式要回来演戏之前，其实我一直没有在这个戏剧圈找到一个归属感。就是我觉得我在等戏的时候，我好像就离开这个圈子了。但是昨天我在洗澡的时候发现，我发现我还蛮享受等戏的这段时间。洗澡的时候。就是现在是要我们想象对啊，我刚刚画面是你在洗澡的时候，就是我觉得现在的我很享受在等戏的这段时间，因为每一次试镜我觉得都有不一样的挑战，然后我觉得我已经有一大票圈内的好朋友，不管是幕前跟幕后，我觉得我们一起在努力，我持续保持在这个圈子里，我觉得这个感觉很好。比起之前那个
等戏感觉就离开这个圈子的感觉好很多。对，就内心会比较沉稳，比较沉得住气吧。那是不是这人其实 Andy 也占蛮大的原因？因为你都本来是不是同居，是邻居，对不对？我们现在是同哦，不是邻居，要在我们节目官宣了吗？你们的那个一首歌的距离应该只有四秒吧？是李荣浩那首 Baby， 就开门了，就到了。所以余晉其实因为跟 Andy 这个交情，应该有帮助到你。觉得等戏也有一个好像革命情感的伙伴吧？对，一定肯定有，肯定是有的，对啊。你们对二搭有期待吗？可以不要是 BL 啦，嗯、对。我蛮期待的啊，其实期待啊、嗯。有没有什么想象的画面？我想象的是，就是两个警察，一个是比较规矩的，一个是比较 free 的。痞子英雄那种吗？嗯，比那种在更多脑补的点吧。所以你是要把它弄到 BL？ 我没有要把它弄到 BL， 就是我想要尝试的是，我自己喜欢的是想象的画面是两个警察被坏人抓起来，然后被吊起来，然后上半身被脱掉。你是真的很喜欢被铐对吧？你有 SM 特质对不对？然后完全娱乐打开你那个开关，然后我们两个就被吊在上面，头在底下嘛，然后就互相要解开，然后身体撞来撞去这样。我妈有时候她我们很惊恐，觉得不能乱讲话。她跟消息的速度比我自己还快很多，因为我其实不是很爱看手机的人，然后她就是三不五时就一直传东西来说，哎、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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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天哪，我妈什么时候变经纪人我都不知道，所以她真的是 follow 的非常紧。然后她那天。那天刚好我们应该是最后一天见面会，然后结束我跟余晉一起回我家，然后我妈也在家里面，然后就她就第一次看到余晉本人，然后就她后来是跟我说，她觉得余晉的笑声她很喜欢，她就觉得余晉的那种笑声就是非常的发自内心的那种哈哈哈，就是她觉得很爽朗，就是她很喜欢这个孩子，所以妈妈很满意余晉，妈妈也很满意，是吗？也很喜欢。所以你们直播的时候不是有讲说？过年要去对方家玩吗？所以这是算见家长的一种吗？他已经见过我妈了，对啊，我也见过妈妈、哦。那是初二回娘家的意思，就对了。还是你要除夕跟我回家？除夕好像没有人再回娘家的哎、欸。嗯、现在衰、哦、我们现在已经不晓得谁的是娘家了。哎、哦，会提前说。余晉会站台吗？嗯，你们来就知道啊。哦，那我，哎、欸，我这边真的得说，就是余晉真的是我的官宣，就是官方发言人，他真的很厉害、欸。对啊，那天我们在开直播也是他也是帮我解围啊，就是对你完全忘记要宣传你的写真。对啊，然后他直接跳出来帮我写，他把你的行程记得比他还清楚、欸。对，你觉得你们的 CP 情谊跟其他兄弟的情谊有什么不一样吗？你说其他兄弟是什么意思？真实人生中的兄弟跟你现在在 CP 相处上、当然不一样啊，因为我们一开始的关系的建立就是在剧本里面的角色上，所以就是这些角色已经就是从一开始就说了，就是已经是生活我们的一部分了，因为虽然那是剧本上面写的，但是我们也确实走过那一段路了、对，所以这个跟平常生活上的兄弟情当然是有点区别的，我觉得那个感觉是很细微的在我们心里的那个有细微的差别啦，是有的，是不是也算是谈了一场恋爱的 CP？ 对啊，肯定是啊，对啊，所以可能跟兄弟有点不太一样，毕竟是可以接吻的嘛、接吻的兄弟。我的意思是说可能就是真的是常住在自己心里面嘛、对不对？眉宇之间我觉得就是有些不同，就是对啊，就是眼神啊或者是一种一些感觉啦，好像跟就是我觉得会多一份就是伴侣之间的安心，对对对对，应该是这样说、兄弟情好像不会有这个东西，对，但我们两个之间有一个安心的感觉、而且我们两个是可以就反正就是混在一起，我们也不一定要说一直在讲话，就是我们就是到那种程度是有时候就他做他的事情我做我的事情，或者我们就放着就喜欢待在一起，对，就是只是对，但是那个感觉就是舒服的，这样就是安心、就安心的，对啊、所以这是因为你把故意要搬那么近的原因吗？可能吧，我觉得这真的是缘分欸，是真的是我有时候想一想我都觉得真的很不可思议，我们两个从小看的小儿科是同一个医师，对，他那天就是跟我说他去看医生，然后他说他去某一个市场那边看，然后我就说哦，那是那个陈某某吗？对啊，他说对啊，我就说哇，
我从小也在那边看，我们居然看同一家诊所长大的、欸。哇，你们有命运的红线哎、欸嗯，真的很扯，真的超扯，嗯、而且这就是已经我们都拍完戏那么久，就前几天的事情，才聊到，还可以有发现到这样的事情，下风、欸，超下风哎、欸，你们是命定 CP 的感觉，真的，你们可能就是注定要绑在一起了。我成为 CP， 谁成为 CP 啊？太可怕了吧？对啊，你们连衣服都可以不用讲就可以穿着，应该今天也是，好可怕、啊，也都黑白配，对不对、嗯？以前还会穿个咖啡色，今天也没都是黑白配了。那件咖啡色裤子真的是蛮神奇的，对，那件你们不是一起去买的，我们不是一起去买的，而且他不知道我有，我也不知道他有，然后刚好两个人同时穿在同一天，可是我故意买比较大的版型，他是买比较合的，对，但是他发现哎、欸，不是一样的吗？我说哎、欸，真的一样哎、欸，这样，所以你们俩真的是太有缘了，真的很傻眼，就是的缘分啦，我觉得这个缘分是真的很深啦，不然不会一起走到这边，然后还可以这么好，对啊，嗯。而且我蛮好奇的、欸、就是余晉很喜欢穿就是 Andy 的衣服啊帽子啊鞋子啊，你是很喜欢他的审美观，还是就是因为是那个有他的味道所以你很喜欢，是哪一种啊？我没有多想哎、欸，拿起来就穿哦、喔、对啊，就拿起来就穿啊，所以他家的衣柜就是你的衣柜，就是因为我们的 size 是一样的，对哦，所以内裤会一起，不是这个 size 吗？size 不同是不是？就是对啊，但我们鞋号一样啊，对啊，鞋号也一样。鞋号一样，我比较意外，因为你们两个身高是有落差的。对啊，对啊，对啊，嗯、然后鞋号一样，我脚比较大。哦，你是脚比较大，我脚大的、嗯，对、哦，所以就刚好鞋子还可以互穿。其实那个 mini meeting 应该是现在台服的范本了。你们两个人在外面营业的这些东西，因为是以前真的没有。你说我们最后一天的那个吗？对对对，就是在热身期、哦、那天你们有吓到吗？没有哎、欸，我觉得蛮开心的，玩的蛮开心的。真的假的？嗯、就是 Q 那么多动作，你们都可以、喔。我们还很担心你们。不会不会，好险你们有这样 Q， 要不然就放我们两个在那边，我们两个就會。其实本来是要放你们两个在那边的、啊。我们两个就直接从头拉到尾。对。早就被 Q 了啦。啊，不知道干嘛，不如来亲一下。不知道要做什么时候就亲一下，因为其实本来是真的没有要我们 Q，、嗯、对对对，因为他们没有 say 主持人是谁、嗯、或者什么没有、嗯嗯，然后我们想说。如果放你们两个在那边，你们两个会吓死吧？对，就会不知所措。所以我想说，要不然就我们来做这样。但是蛮意外的，因为大部分的人会有一点就是抗拒或什么，你们两个非常的自然哎、欸，我觉得真的是。而且大家为什么会抗拒啊？不懂为什么会抗拒啊？嗯，其实就是他生日，他强吻我的那个东西。对，其实就是。我真的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对啊，对啊，你为什么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意思说，我没有想到说，就是这其实我那个当下我已经半醉了，就我根本没有想到说这个东西会带来什么样，或是我是要做给谁看，我干嘛的？而且对啊，而且大家会说为什么小编在？因为他的经纪团队有去参加他的生日，对。然后当然他在讲录影讲那个就是致辞的时候，大家都会拍，对。所以这是他不是故意去。拍这个东西，对对对，就是那个、啊，那就真的是因为大家都是我很熟的朋友们，然后大家在聚在一起，然后所以我根本没有想说啊，这个东西会有谁看到，就是在座大家知道而已，这样子、嗯，对啊，就效果意外的好，他那一次意外，我还帮他们做了数据分析了，那一天就涨了3000个粉丝，好可怕。嗯我觉得他们很反而是很自然的时候很圈粉，像那个什么男朋友雷哦，你知道你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有 po 了一个，你说我有看过在 C25 门口嘛，对不对？对对对对、哦、你都讲电话、那个、对，然后我们说你男朋友呢，然后你知道那一个的影片他现在应该已经快要500,000的订阅率、啊、说因为其实余晉就是晚几秒，真的是几秒钟的时间，我想说哎，如果他只是在外面多待几秒会发生什么事情哦，对他其实就差个，对他真只有差几秒，对，大概5秒不到，对，就基本上我进去他几步就到了，对对，他上次真的就给我这样走出来啊，你们住同一间哦？不是，哎、欸，这样我在他家的时候、啊我们是要去哪里？忘记了哦，我们要出去，然后你说你冲个澡，早上运动还是什么？对对对，他就给我这裸体走出来。新年快乐，祝大家新年快乐，扬眉吐气，新年发大财， I love you too， 新年快乐，祝你新的一年一切都顺利哦。
吴老师要跟我连线，哎呀 ，Nice to meet my friend。吴老师要连线吗？吴老师，吴老师，吴老师连线，吴老师再回信息。吴老师，那我先跳出。这个摆得起来吗？可以可以。I need a dentist。Hi。Hello， 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有人猜对，直播时间送情书一本，送，真假的？送，来送你，新年快乐！哎、欸，你啦，新年礼物啦，有香，有香，你看着喜欢吗？可以，不一样的吴老师 ，Andy 老师可以哦 ，Andy 老师可以哦。里面有提到你啊，虽然字数 有啊，真假的有啊，虽然字数找一下我要看，虽然字数没有很多，怎么会提到我？他那时候就出版社跟我说，就是每一个问题回答大概150字啊，友情伙伴，我看一下啊，然后有些之类的，大概就30个字了，不错了啦，可以了啦。我已经努力了，这他已经超过那个出版社想说，那这个字要放哪里了？坚持说一定要写进去，一定要写到余晉，一定要写到余晉，对，要写出来的那种。好，今天我其实有一个事情要跟大家宣布，什么事情要跟大家宣布？就是你有了，对，某方面来说是这样子，没错，我邀请了一位。Andy 老师加入，对，等于是我们的孩子要诞生了，我们有个孩子，我们有了孩子了，对啊，在那边有了，就是我们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小结晶要出来了，对，要出现了，属于我们的一个品牌，一个小结晶，对，一个作品，让大家可以代表。喜欢我们的人，也可以代表这个牌子自己本身。对，就是不管是我们自己看到，或是小型人或是镜像团看到，或甚至其他可能还不认识我们的人看到，都会觉得它是有意思的。对，然后我们的名字叫做 AndYu， A N D Y U， 对，就这么刚好，就是 A N D Y U， 就是。N 前面是 A N D Y 就是 Andy， 然后 U Y U 就是我的姓，对，所以其实是我们两个结合的姓跟名字结合在一起，所以这对我们来说其实特别有意义，没错。然后也对大家，我觉得相信也是有意义的一件事。然后我的念法就是 N U， 其实就是跟你一起 N U， 这就是我们的连接。对对，然后我想做一个，差不多是这个。就是发点，对过去的未来感，过去的未来的作为我们的孩子的一个大概的样子，对样子，对。我们今天超过三个月可以讲了，忍了三个月，好辛苦啊！我们应该是元宵之后，我们会找一天一起去指南宫。红包拿到了吗？红包是不是很大包？很大包，很大包。发了，就是说很大包了没？对啊，我们 CP 粉就可以叫 NU 啊。对啊，对啊，可以啊，对啊。我觉得我们下次可以什么运动直播啊？是不是可以拖着你运动直播？可以啊，你看着我眼睛讲话，你看着我眼睛讲话。很久没有上线跟大家聊，哎、欸，怎么会有？哎呦，跑掉了啦！大家晚上好，大家晚上好，晚安，晚安，
不是要演一下假装不在吗？哎呦，我们的套路都被你们看光了。哎呀，真的是，就是下次我们得想一些新的套路了。真的，大家都现在都很聪明，知道我们要干嘛了。下次我们就真的不要出现，从头到尾都不要出现。对。Andy， 你不是回淡水吗？对啊，我被我叫回来了，我被call回来了。Call out， 喂，你们的衣服冷热差好多，来吧，不然就是这样子。你穿回背心了，现在感受到我的超暖，这个真的超暖的，有，这样子有暖到，暖炉。哦，你衣服是很热耶，是不是？很热，他流汗。其实我是有点热，好热啊！好，我们要出门了，差不多。对了，我们要出门了，不要问我们要去哪里。Don't ask， 你不要都在镜头外面呐，他们这样子啊。哇，又过了一年了，情人节又到了，要怎么过呢？跟我一起过吧。祝我的每一位小情人们情人节快乐。이젠내맘고백합니다하늘만이내맘압니다소중한만큼아껴온나의진심을말하려니눈물납니다出现感动吗？感动啊！你现在录吗？我在录啊！在下面，我有请我一个朋友联络我另外一个朋友。喂！哎。现场哈，你最好不要出现哦。哦，真的是，我在，我刚才在见面会啊。看看我在干嘛？哎，你在干嘛？看看你在干嘛？今天要拍戏要干嘛的，然后我们那天就前天在开会的时候就有人问他说啊你今天是要干嘛，他就说哦没事啊。对，我听到整个傻眼，我说啊你没事你不来吗？他说哦我好像又有事情。哎，你那个书先书也留着，也留着，你们都留着。好，麦克风给你，然后蛋糕给我。余晉不要哭，不要余晉哭一下。我要讲什么？我听一下，我感觉一下。我要讲什么？我不知道你要讲什么，我不知道你要来。我不会很紧张，好久没看到那么多人。你怎么那么帅啊？然后是我最帅的，帅！
Andy 的送大 Andy。我帮你瞧好桌子。好，然后还是看到大家，希望大家最近也都很好，这样子。好，我跟你讲，这是 C 位哈，你们两个自己注意啊，不要越来越旁边，这是 C 位啊，来。对，好，你妈妈，我爸爸妈妈也在上面了。姐姐，姐姐刚刚学长，学长，还有都来了啊、哦！对，小草老师刚才在上面，所以是全部人都是跟着你骗他，好像只有我跟浅浅还有啾啾姐知道。我跟你讲，我其实一直都有第六感，我一直都觉得你会来，我真的没有跟你开玩笑。所以我其实有这个第六感，所以全部都只有我被骗。因为之前你知道我收到 rundown 是说你要跟他讲电话，我说好，讲着讲着，然后走出来，我说你没跟我讲，我前面先消音。对啊，就是这样子。好了，你刚刚最后送给他一句祝福的话，就是前程似锦。好夸张哦！情人节快乐，白色情人节快乐，白色情人节快乐。好，欢迎。谢谢谢谢啊！你今天的香水好香哦，是我喜欢的。你唱的比平常唱歌好听哎！屁啊！不行啊，你要说我平常唱歌比较好听啊！平常唱歌比较好听，在钱柜比较好听。你下次可以露出一点我们在钱柜的样子。好，那不然这样，因为余晉来都来了，然后也带了一个情人节的蛋糕，那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点蜡烛，那你们就当做自己生日好了。你们两个一起吹他吧，好，好不好？然后许个愿送给粉丝的好吗？你啦，你今天是、oh. 你要讲话啊。没关系啊，你是不是共识？来来来，我帮你 setting 啊。就祝福大家，就是这都很老套哎，但是老套还是老套，就是希望大家就是赚大钱，好吧？然后身体健康，这是最重要的。然后。这个能够有假期就赶快出去玩一下，因为大家也都闷了一段时间，然后但是还是要顾好自己的身体，然后我跟余晉都会好好继续加油，然后我们会带出更好的作品，谢谢大家。谢谢。来吹，把蜡烛吹熄。你们都可以，你们决定自己吹还是一起吹都好。一二三，谢谢余晉，谢谢百忙之中还抽空过来，谢谢谢谢谢谢。请回座，请回座，意不意外？意外。惊不惊喜？惊喜。好了，今天我们这个十万粉丝见面会其实已经 delay 一段时间了，但我们为了我们的小情人们，我们特地准备了这么丰富的一些节目内容送给大家。最后，我们再谢谢他们一次，好不好？好，那就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的这个白色情人节见面会。那在这边先祝大家3月14号。情人节快乐，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还是跟我们大家一起，大家都要开开心心的。情人节快乐，谢谢你们来。谢谢小情人们，也谢谢吴岳擎。好，我们先请吴岳擎回去整理一下。好，各位，等一下他还会继续跟大家。我不知道你要来。我会很紧张，好久没看到那么多人。你穿那么帅啊。啊，是我跟你讲。感谢大家能来，支持我们乐小小乐曲小 Andy 的送大 Andy 我帮你瞧好桌子。好，然后还是看到大家，希望大家最近也都很好，这样子。好，我跟你讲，这是 C 位哈，你们两个自己注意啊，不要越来越旁边，这是 C 位哈，来。对，好，Andy 妈妈。我爸爸妈妈也在上面了。叔叔阿姨好。刚刚都在聊天，都稍微聊天。还有，姐姐呢？学长。Hello。还有小都来了啊、哦。对，小草老师刚才在上面。所以是全部人都是跟着你骗他？好像只有我跟浅浅还有啾啾姐知道。我跟你讲，我其实一直都有。
第六感，我一直都觉得你会来，我真的没有跟你开玩笑。哦，所以哦，所以我其实有这个第六感，所以全部都只有我被骗。因为之前你知道我收到 round down 是说哦你要跟他讲电话，我说哦好，讲着讲着，然后走出来我说别跟我讲，我前面先消音。对啊，就是这样子。好了，你刚刚最后送给他一句祝福的话，就是前程似锦。毕业了，毕业了。情人节快乐，白色情人节快乐，白色情人节快乐。好，欢迎。谢谢谢谢啊！你今天的香水好香哦。是我喜欢。你唱的比平常唱歌好听哎！屁啦！不行啊，你要唱我平常唱歌比较好听啊！平常唱歌比较好听，平常唱歌在前柜比较好听。你下次可以露出一点我们在前柜的样子。哦，好，哎，那不然这样，因为余晉来都来了，然后也带了一个情人节的蛋糕，那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点蜡烛，那你们就当做自己生日好了。你们两个一起吹他吧，好啊，好不好？好啊。啊，许个愿送给粉丝的好吗？你啦，你今天是你，你要讲话啊。没关系啊，你一直不是共存。来来来，我到来，我帮你 setting 好。就祝福大家，就是啊，这都很老套哎，但是老套还是老套，就是希望大家就是赚大钱，身体健康，这是最重要的。然后这个能够有假期就赶快出去玩一下，因为大家也都闷了一段时间。然后但是还是要。只要顾好自己的身体，然后我跟余晉都会好好继续加油，然后我们会带出更好的作品，谢谢大家。谢谢，来吹马拉胡吹席，你们都可以，你们决定自己吹还是一起吹都好。一二三，谢谢余晉，谢谢百忙之中还抽空过来，谢谢谢谢谢谢。我们请回座，请回座，意不意外？意外。惊不惊喜？惊喜。来来来，我帮你 setting 好。就祝福大家，就是这都很老套哎，但是老套还是老套，就是希望大家就是赚大钱啊，然后身体健康，这是最重要的。然后这个能够有假期就赶快出去玩一下，因为大家也都闷了一段时间。然后但是还是要只要顾好自己的身体。然后我跟余晉都会好好继续加油，然后我们会带出更好的作品，谢谢大家。谢谢，来吹马拉胡，你们都可以，你们决定自己吹还是一起吹都好。一二三，谢谢余晉。大家没办法沿着舞台排队的时候就会看不太到他，好吗？先麻烦大家往后退哦，谢谢谢谢。最辛苦的就是在不断的拌，疯狂的拌，拌到无止境，拌了三天，我已经拌到青筋都出来了。为什么要手？他都在那儿了吗？这才叫亲手做，不靠机器。亲手拌，就是要帅气的，你看，连看都不用看。
perfect. Andy 老师，你做到手受伤哦？对啊，你没看到，裂缝了，就两个地方哎。那请问你是怎么受伤的？就是现在那个烤盘出来，然后你找不到手套在哪里，我就拿工地手套，直接打超烫。烫到都直接起水泡，但是手套在哪里呢？就在这里。好，谢谢。OK， 还敢？我没有火爆。刚才烤盘超烫的，差点粘上。你刚刚有没有洗衣的味道？今天有记得戴手套，有这次戴，这次戴手套。专业。哇，好香哦。Good。Good。包装时间，要介绍一下你的包装袋吗？这个是我朋友的品牌，它叫做 Cookie Baby。哪次啊？你跟哪个朋友合作？太清楚了，要死我！Happy, well, have a nice day. Have a nice day. No cookie, no lives.